下面请您欣赏《富贵有余》，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这仨都是给他的。还有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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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救活了很多卖花的了，谢谢啊。这个来就来，别花钱了。尤其是花儿也不好带啊，你还要带回去？你也不知道我爱什么是吧？谢谢谢谢谢谢，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那地儿叫纽约，对呀，还有时差，是按北京来说，这会儿早上起来，谁早上起来说相声啊？这啊。讲理不讲理了啊，没有这状态啊。挺好。这个今年其实演出并不是特别多。今年少。去年演的太多了。去年德云社成立20周年。5000人以上的演出我们演了111场。5000人以下演了3000多场。是。当然了。3000多场不是光我们，德云社400多说相声的，对啊，光我们俩那就得累死。这也差不多。后来算了算，我说不能这么干，这么干就非得出人命不可。所以今年其实放慢脚步，演出的场次啊，方方面面的缩减了很多，频率小了。上半年好像就演了一个日本东京。是。学坏了呢。到这个东京弄得我还挺害臊。怎么我一出机场，羽田机场，好些个女观众举着横幅啊，说的不准确啊，欢迎郭老师来日。其实我已经不年轻了，真的。那也是老师。我们俩其实前后脚去的。前后脚，他比我晚了几天。对，我晚几天。晚了几天，他出机场，人家也举着这横幅。是是，欢迎于老师来日。都举，但是欢迎他的都是男的。这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你开心就好。对，挺好挺好。结果下半年呢，先是东南亚转了一圈，然后后来就是这次美国跟加拿大的巡演。这完事之后奔多伦多，主要是国外啊。就是能力一般，水平有限，也难为各位这么支持我们。是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谢谢各位，谢谢。好，谢谢谢谢啊。这两天来了净睡觉了啊，这倒时差吗？迷迷糊糊的，估计倒顺了就该回去了。前后也就不到半个月。跟谦儿哥不走了。啊，别走。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啊，刚才那是我徒弟张鹤伦。张鹤伦郎鹤炎连说带唱。俩小孩歇会儿，哎，换上我们哥俩来。
我们说，其实我们老说我们俩人没出息，怎么叫没出息？又没有别的手艺啊，就会说相声。嗯，这一晃干了有半辈子了，可不的吗？估计后半辈子也就这样了，还得接着说呀。只要美国不选我当总统啊，哎，您也死了这心得。那行那行，你要这么通知我，我就踏实多了啊。相声是干嘛用的呀？嗯，就是听完了大伙儿哈哈一乐，就图个乐，这是最重要的。哦，啊，相声是门语言的艺术。什么叫艺术？嗯，电影、唱戏、说相声、唱大鼓，不管你干什么，嗯，说涉及到艺术两个字，什么叫艺术？嗯，艺指的是能耐、本事啊，这个导演的本事，这个演员的本事，嗯，这个乐队的本事，这叫艺。嗯。术是把你的艺卖出去，哦，这是一个方法。有艺无术，不成世界。哦，有术无艺也不像话，没有这样。艺术俩字搁在一块儿才行了、嗯。说我这东西好了都不行了，嗯，但观众为你花3毛钱都冤得慌、哦，你那不叫艺术，不行。那是，怎么把相声说好？嗯，雅俗共赏。这四个字我们老说呀，雅要雅的那么俗，俗要俗的那么雅，这还是辩证关系。那当然、嗯，无与你焉有何话？哎，确实是这样，太雅了不行，太雅怎么不行啊？你雅得过昆曲吗？啊，昆曲是真的雅。清朝的时候都得是赶考的举子，念书的秀才，嗯，捧着康熙字典，守着24史，嚯、哦，听昆曲。哦，每一句唱词好几个典故呢，引经据典嘛，你得翻翻这句唱的是什么。哦，太雅了。哦，到民国就卖不出票去了，啊、哦，就没人听了。谁为了你还费这么大劲齁累的啊？太雅了不行。哦，太俗也不行。太俗怎么还不行呢？于老师一上场就把裤子脱了。没人看，纽约的生活很匮乏。这纽约的观众都什么素质？这儿，这也看这个，脱衣行，舞就算了。所以说要雅俗共赏。哎，无鱼你也有荷花吗？荷花好看，底下得是那烂泥。嗯，当然这是一个尺度的问题，哦，这个有尺度掌握。哎，说相声拼到最后拼的是文化，是素质，这个很重要、嗯。在我们这行最有文化的就是于老师，你瞧，不敢这么说。哎呀，真的啊，嗯，我不是说我跟他在一块儿我捧他啊，真有文化，是上过几年学而已。哎，观众到后台来了，那郭老师签个字吧。嗯，接过笔来给人写郭德纲，啥字儿、哎？于老师签个字吧。啊，于老师把毛笔掏出来了，啊、用毛笔见身份呢。写于谦呢？啊，名字呀。哎，你现在哎，哎嚯，行，我这写名字还得上山啊！我怎么那么长啊？这名字竟写错！哎嗨。什么学问呢？我连名字都写错了。写字画画人家都行，喜欢画画，画画也行啊。啊，就好戏啊。这个岁数了，还到那个中央美术学院啊进修去。我得从基础学起。老师，我可以学画画吗？啊，哟，于老师来了，可以。你瞧，你们这儿有那个人体素描那个？我怎么从这儿学呀、啊？就是那好些女的不穿衣裳的啊。嗯，也有男的，也有、啊、都有啊。我可以来吗？嗯、啊，来吧，来吧，来吧。让去，登记，嗯、留下来了，上学、啊、挺好。去两天就不去了，我费这么大劲，怎么两天就不去了？嫌冷，我脱光了让人画去了，可那是冷。这个我们哥俩打小一块儿这么大啊，一块儿长起来，发小嘛。最好的一个朋友，最好的一个哥们儿，实诚，能耐大，你客气。3岁习文，4岁学武，5岁胸口碎大石。我倒是练过。20岁参加工作。嗯，哎，5岁胸口碎大石了，多大能耐？怎么20岁参加工作？中间这几年我干嘛去了？养伤。
我跟大石，我们俩谁睡谁去了？我们上学的时候，最有钱的孩子就是他。你瞧，我都拔了尖儿了。那当然，全班啊，全班都算上最有钱就是他。是那会儿我们小孩哪有钱呢？啊，女老师家里边，一上学给拿这么一堆钱，这带着钱上学。老师讲课，他坐在这儿。我在家数多好啊，我。就爱这个，他爸爸就告诉他数去，练练，学校数去，坐着数钱啊，没见过钱，哎呀，数钱，看见什么都要，啊，只要是他觉得好玩，哦，还可以买花，哎呀，同学不管手里拿一什么，哦，新鲜，他没见过，好奇，是，就一定买，多少钱都买，不在乎钱，过来，啊，同学叫过来，啊，干嘛呀？嗯，拿的什么？我没见过，我怎么没见过呢？嗯，油条，哎，我连油条都没见过呀！我们家什么有钱的家庭啊？这是，买给我！要总算吃根油条，嗯，一沓钱拽同学脸上啊，把油条拿着咔着咔着吃，还是半根，那是，哎呀，有钱人的生活其乐无穷。我们小时候真是。没见过什么，我印象特别深啊。嗯，那会儿我母亲单位组织出去玩去，嗯，就是允许带孩子去，嗯，秦皇岛北戴河啊，那时候就算旅游了。山海关是北戴河转一圈回来，我能说好几年，啊，真新鲜。哎呦，海边怎么样了？嗯，什么沙子怎么着了？是吃的什么怎么玩？嗯，就觉得很开心，确实挺好啊。回来他看见我，嗯，手里拿的什么？你瞧，我净盯人东西了。把你的小贝壳卖给我，你瞧，要买这个啊？不不不不不，弄死你啊！嚯，数数流氓这是这么一沓钱啊？那会儿没有一百一张的呀，就十块的嘛，这么一沓，一大把了，咵，扔我脸上，老往脸上扔，嗯，把小贝壳都给我，哦，抢走了，这就买了。当然长大之后才知道什么呀？那是开心果的皮儿。你瞧我这俩钱花的，你这就为这几个皮儿，我花这么一沓的钱。关键是您家里花得起呀、啊，那也不能弄这个呀，这么糟。家趁人值，是啊。想当初老于家那还了得？怎么一辈儿一辈儿的倒？人家家里边往上说啊，啊，做过大官儿，那就倒得太远了。书香门第，宦官之后，宦官是太监。怎么说？他就叫官宦，他叫官宦之后是吧？啊，对，这官当前。想当初他的曾祖，嗯，曾祖父在清朝做过官，有过这么一人。我见过一张他曾祖的照片，啊、哦，你见过呀？虽然说清末的时候摄影技术已经很完善了，嗯，但是一般老百姓你不可能照相，照不起。我记得左宗棠有照片，那多大官啊？李鸿章有照片，那是。慈禧太后有照片，那更甭说了。哎，慈禧身边那个是你曾祖吗？不是，不是，啊，跟我曾祖差着呢。那个没有胡子啊？有，有胡子啊、哦？啊，哦，有他曾祖有胡子，就差这点儿。有啊、嗯，顶戴花翎，这当官的嘛？御赐的黄马褂。对了，坐在这儿，中堂前面坐着。哎，是不是？那是后边挑山对联啊？写的什么呀？有一副对联吗？怎么写？上联是吃亏是福。哦，下联呢？福如东海啊、哦！这得吃多少亏呀、啊？这个特别有身份，不图吉利，你知道吗？做大官的啊啊，在什么官儿？我想什么呀？在冷宫那儿卖冰棍儿，这不得赔死啊？这个冷宫那儿卖冰棍儿，反正后来调了什么单什么部门闹不清楚，咱不懂清朝这个官儿啊。反正后来好像是负责鹤顶红的品鉴，这差事官运不旺吧？这个上任当天就死了啊，那就是来活了，那就是喝了有一两啊，嗨，别客气了，沾舌头就死啊。所以到后来。他的祖父就说了啊，咱们家不要再做官了，就当 别做官了，不当官了。富贵无三辈，清官不到头。还三辈干嘛啊？嗯，咱们好好的
活着就比什么都强。那倒是。所以他祖父从小的时候，习文练武。哦，主要是练武了。哎呀，投名师放高友，是吗？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那就练出来了。这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刺的带轮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带倒齿钩的带峨眉刺的，哎呀，全练全会，这份有能耐了。由南到北，武术界的高人，各种的大侠，都教过他曾祖。投名师放高友。哎呀，最厉害有一个铁砂掌的名家，那是掌上的功夫啊。铁砂掌是单巴掌挥起来500斤，这么大劲儿啊！俩手搁了一块儿，1000来斤。好，就这位大侠铁砂掌有能耐，教过他祖父，这学着真能耐了。可惜这位大侠死在一个清晨。哟，怎么死的呀？嗨，啊，洗完脸呢，拍着爽肤水，这么大能耐跟自己使什么劲呢、啊、这个都碎了。你看500多斤呢、啊、你碎了啊。啊，反正就类似这样的大侠啊，由南到北几乎都教过他祖父。你说这缺心眼的都教过他、嗯、啊，学到最后害怕了。有什么可害怕的？就真正练武术到一定程度，走到街上不敢跟人交手了，害怕打架。有能耐怕给人打死啊，对吧？哦，怕这个呀，拿个兵刃不敢出去了。哦，怕伤着人。到那会儿倒得假装，哎，我不会了。啊，对了，韬光养晦到这个程度了就。是是是啊，嗯。后来怎么办呢？随身也得带个防身的东西，也得有啊。啊，带什么呀？带个葫芦。葫芦就打架呀？哎，你别看他拿一葫芦，嗯，你拿一机关枪，你打不过他。这多快的葫芦啊！这得是，你那儿举着机关枪，他爷爷把葫芦拿起来了。嗯，行者孙，哎嗨，没听说过，是吧？这神话都有了，这、哎、不是啊？啊，当然就神行者孙带着七个葫芦，七个葫芦，一举这个，叮当了咚了当，葫芦娃没有不懂不懂，带一个带一个，哪带七个怪麻烦啊？带一个大葫芦。来打葫芦可以，后来觉得一个葫芦杀伤力还是太大。哟，那怎么削弱一下？切开了，带半个，带半了出去。行，武林中给你爸爸有贺号，叫什么呀？北京第一嫖客。哎，嗨，太难听了这名字，葫芦嫖。哎，不行，还不如叫葫芦呢。嗯，没有这么 老这么练，到最后，嗯，他祖父有点走火入魔，嫖的。说的很肮脏，对，这还有什么走火入魔的呀？就反正最后身体不是很好。哦，嗯，后来他祖父得了那个，嗯，全身不遂，哎，那叫半身不遂。他得了两次半身不遂，嗨，那也得叫半身不遂。左边右边拉，全完了，全动不了，一次得一边、哎、啊，但是有两样是万幸的。哪两样？第一，眼珠能动，啊，那还不算植物人。嗯，不，这眼珠很活泛啊，看这意思，眼珠可灵活了。哦、啊、哦，各种表情都可以啊。是吗？第二是脑子相当的活跃。哦，那脑子还能思考，哎、什么都动不了啊，这是有思维。这多瘆得慌啊！这个、啊，家里说这怎么办呢？啊，给娶个媳妇儿吧。那就这叫冲喜。哦，有这么个讲究，老年间讲究这个，嗯，办个喜事给他冲喜，冲喜啊，过去讲究这个，对，啊、这现场就冲，那就是冲一次哈、啊，嗯，这才把他奶奶娶过门来，啊，就结婚冲喜，哎呦，这奶奶真好，是吗？就来了伺候这老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哎哎，过的门来，老两口子生了七个孩子啊、嗯哦！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这光靠眼神就生七个孩子，怎么意思？这是要强啊！要嗨、哎，这不是要强的事儿，这全身不遂了，生七个孩子，
那就不懂了，不明白。你不懂，你别瞎说呀。反正老头儿，我这还没有，他得能动，挺好啊。剩了七个，有一个是你父亲吧？那多新鲜呢！火娃是你爸爸。我这别提这个，嗯，挺好。他父亲算是露脸了，怎么露脸了？大户人家啊，嗯，他爸爸那会儿大少爷了。啊，那有钱人家的孩子趁这么些钱，他爸爸那会儿，这算是纨绔子弟了吧？啊，是吧？纨绔子弟，玩褂子弟，纨绔子弟，先玩裤子是吧？对，好玩褂子、啊、是吗？玩不玩？没，就叫纨绔子弟，纨绔子弟，对，纨绔子弟有钱，是说有钱，哎呀，他爸爸没事就是数钱，你瞧这个，最爱数钱啊！啊，他爸爸数的都没有指纹了。指纹都磨平了，数的没有指纹啊！出那苹果手机，我送他爸爸不要。怎么开不了锁？这你瞧，你看看这玩意儿给他不要哦，那太有钱了。他爸爸年轻那玩意儿就开汽车，哦，老死来死，哎，这作死呢，这是叫什么？老死来死，你别咬那么重。老死来死，哎，哎对，他爸爸穿西装，嗯，年轻那玩意儿，他爸爸定制西装，哦，哎。喷法国香水，嚯、哦！法国香水牌子好啊，就是那个什么牌子的啊，特别香。您没说呀？啊，哪个牌子呀？那对对对，不，你说清楚哪个牌子？那是花露水儿，那是，这是香水牌子。咱怎么拼我可忘了，就是啊，王守义，十三香啊，这个还不如花露水呢。我爸出门喷一身左溜出去的，每回打他爸爸跟前过我都饿。哎，对，想起大腰子来了都。那有身份呐，不一样。这算什么身份啊？有身份，他爸爸年轻那会儿啊，啊，你算算那个那会儿他爸爸吃西餐，不都洋范儿了吗？那是啊，啊，西餐定制的刀叉，呵，纯银的，还定制。他爸爸那好家伙，那吃西餐那叉子啊，1.6米高。纯银的，哎呦，哎，没事，老吃西餐去。嗯，这不是吃西餐去了，我爸爸这取经去了，这是1.6米的。当啷你的啊，对，越听这音乐越像啊，不呀，哪有那么长的叉子？吃西餐呗，是吧？啊，这玩意儿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真的，说相声的都搁在一块儿，也赶不上人家他父亲吃饭这品味啊，会吃。哎呀，咱别说是谁，我们有一说相声一哥们儿。嗯，就是这个眼界问题，格局问题。你说说啊，你说吃点好的没见过，没见过好的。哎呀，吃最好就是自助餐。自助餐也好的也可以了。当年刚有自助餐的时候去过一回。哦，早晨三点排队这门口。夜里头。35块钱一个人随便吃。那早上是这样。一开门冲进去了，眼花缭乱。没见过。哎呀，这满屋子饭。哦。好家伙，没见过粮食，这个进门先喝了3瓶碳酸饮料，哎呀，喝完坐那儿一边擦眼泪一边打嗝，哎，水饱，嗯，转身问我怎么能报仇？我说怎么报仇？吃东西你也不能进门喝水啊，是吧？捡贵的吃啊，怎么着？我吃什么能把这钱吃回来啊？我说你就吃点海鲜呗，哎，这行，海鲜价还高一点啊。转天去了，真听话。哦，吃了20斤海带。哎，这嗨，在这个品种里挑便宜的。嗯，你这个跟他爸爸怎么比？啊，老头拿着刀叉，啊，要宰人呢！你这刀叉嘛，一手一个嘛，没有那么大。此山是我开，此树哎，是我在。把厨子都拦下来了啊？不是啊，我没有这个。哎，吃吃呗。啊，好哟。嗯，于先生您来了，人都认识他。啊，都熟了，都认识他。嗯，于先生您来了，是你爸坐着剔牙呢、啊，全这么大号的。哦，那个有很新鲜的那个牛舌，您尝尝吗？牛舌，牛的舌头。对呀、啊，老头这、怎么了？吃不了？为什么吃？太脏。牛舌怎么脏啊？牛嘴里出来的东西脏，哦、不吃。嘴里东西不吃。来个鸡蛋吧。哦。嘴里东西不吃，吃屁股里出来的，这都什么品味？这是有钱人的生活，我们不懂。
不懂不懂吧。嗯，吃完了，嗯，喝杯咖啡。哦，他爸爸来杯人屎咖啡。哎，喝，等会儿等。嗯，那叫猫屎咖啡，猫屎咖啡啊，麝香猫啊，吃了咖啡豆，嗯，排出来之后，对，经过加工，嗯，啊，产量低呀、啊，人屎产量高是吗？那也不能吃啊，那东西，好吧，啊，到后来就应了你祖父那句话了，嗯，富贵无三辈，哟，你爸爸趁这么些钱坐吃山空。啊，他不干事儿啊，净花钱，一天到晚的，天天除了出去这个啊，就别没有了，那少爷样子嘛，那不是？你怎么办呢？啊，这点佩服老爷子，怎么？那是，富日子我也能过，嗯、啊，穷日子我也能扛。哟，这穷日子怎么过呀、啊？这个你看啊，干点什么啊？这才想起干事儿，打工去。哎呦，做点什么卖都成，做买卖。他爸爸开始。嗯，智障哦，就是缺心眼了呗。啊，别瞎说，不智障吗？制作手杖，这什么生意啊？这是，你得说全了吧？这个制作手杖，哦，一年半，智障一年半的吧？你瞧，能缓过来就不错。嗯，哎呀，后来又开始犯贱。对，他智障了吗？可不就犯贱吗？贩卖宝剑。您可说全了最好。连智障再犯贱，反正有个三年多。哎呦，可现了眼了、嗯、啊，养家糊口啊，这还养家糊口呢、嗯、家里还这样的老头呢。啊，嗨，别提这个了。挺好，反正什么活都干吧。多少年你这什么活都干啊？给人擦玻璃去。哦，擦玻璃就是拿绳子吊着大楼外边给人擦玻璃，哦，那叫蜘蛛人呢。啊，对啊，他爸爸那会儿是一只蛛人。哎，别老加字儿，怎么说？就叫蜘蛛人。蜘蛛人擦吊着吗？嗯，写字楼、办公楼。嗯，开始纯是为了糊口。哦，后来擦居民区的房，他爸爸才有点兴趣。那玩意儿有什么兴趣啊？你想啊，写字楼他怎么也得穿着规规矩矩的呀。哎，那居民区呢？居民区就可以什么样都有了呗。什么样啊？哎，那天你爸爸拿绳子吊着，在外边给人擦玻璃啊，吊着不是吊着脖子，您呢、啊？吊着腰啊，擦玻璃别说。哎，对，不，这要现行啊，这是啊。这屋里边啊，有一女的，怎么了？人家刚洗完澡，哟，还没来及穿衣裳呢。啊，你爸爸正在外边。嗯。哎，这别偏坠你！哎呀，太开心了啊！哦，你这边干一行爱一行，你把手放下去行不行？他老这样干嘛？他这扶着玻璃嘛。嗨，行。屋里这女的一回头，瞧见你爸爸了。哟、这就看脑子快慢了。怎么？你要等人家先说话，流氓！你这坐实了。那怎么办呢？别等人家说话，你爸爸先说话。他说什么呀？瞧什么瞧？没见过擦玻璃的。哎嗨，好家伙！这叫恶人先告状，这个这样好的家庭能不出人才吗？就出我这样人才啊！我们小时候都怕他爸爸，是吗？厉害，严厉。他也是，他最怕他爸爸。那是啊，他爸爸真横啊，家教严，骑自行车，他爸爸，嗯，拿自行车驮着他。那是当年谁家有私家车呀？没有，自行车那后衣架上坐着孩子，家大人骑着车驮着吗？送上学去。啊，他爸爸骑自行车啊，对，是擦着玻璃呢，这是，嗯，不是车把高，太子自行车啊，他坐在后头，骑车，嗯，骑着骑着，啊，于谦的脚卡到轱辘里了，这淘气吗？这是，这要是一般那个庸庸碌碌的家长啊，啊，就非得把车停下，干嘛？没事吧？不疼吧？这叫庸庸碌碌的家长，那个那没出息的家长。那我爸爸呢？好，他爸爸骑着骑车，嗯，我这是感觉到了是吗？卡上了，哎呦，怎么办呢？站起来蹬，哎呵，哎呀，哎，行了，别蹬了，别。哎呦，我活得这么大不容易吧？我还站起来蹬，脚就下来了，那就是了不起啊！啊，
上学我们俩一个班，我了解这些事儿。是吗？考试的时候啊，嗯，一考试我要说考六十分，我妈就得带着我上庙里还愿去。就及格了吗？那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行，于谦考99分、啊、不敢回家啊，也是残疾人要强。我们脚都没了还不好好学习吗？我说那你也得走啊，哎，你不能跟教室待着呀，也得回家呀。哭啊啊！拿这张试卷，嗯，99分回家，回去。家门口他爸爸正遛狗呢，哦，在外边呢。他爸爸在门口呢，嗯，正遛狗呢。哎呀，正遛王八呢，这是。绳子举得高。不用这个，遛狗。哎，他回来了，嗯。回来了，干嘛见面就急呀？啊，把于谦吓坏了。啊，哎，我说见着日本鬼子了是怎么着？我这还投降呢？考多少分？啊，99。嗯，爸爸就急了，哼，拿这狗啪，这什么意思？拿这狗砸脸上，拿狗打我。嗯，连人在狗都懵了。狗招谁惹谁了？这个你不服行吗？那是得服啊。后来门口管他爸爸叫中华田园人。哎嗨，就别唠外号了。这些事儿我最了解，要不然谦儿到今天心态为什么这么好啊？良好的家教，这都是狗打出来的。你举一个例子啊，啊，你可能之前老觉得哎呀郭德纲脾气不好，嗯，跟这个打架跟那个吵，嗯，人谦儿没有，我脾气好，他能忍，是，就是嘛，他关键他这就是家教的问题 啊， 啊。当然你要是就说他对别人没有意见嘛，也有，那也有对付不了的，他也有这讨厌，嗯，你这个人恨啊，谁如何如何怎么，他也有这个时候。那遇上这事儿我怎么办呢？他不会像我似的这样啊，他把仇人的名字都写在孔明灯上，然后呢，亲手送你们上西天。哎，这。我这人太阴险了，我们一块儿嘛，打小啊，这我们就拿他当亲哥哥是一样的，我们关系好。你看，一说吃饭他花钱，啊，嗨，喝茶他花钱，这不用提。看电影他花钱，应该，哪怕去那个地方也是他花钱。哎，你先去哪个地方？新华书店。哦，您管新华书店叫那个地方，你叫那个地方。嗨。不用提那个的，直接说就行，就跟亲哥哥是一样的，是这是这关系。哎，一上课也是，嗯，说怎么着怎么着就听他的。哦，我是孩子头。哎，你包括快考试了，嗯，郭德纲走，跟我去，干嘛？咱们报班。哎，报什么班？辅导班，咱们学那个密电码那个。哎，这跟考试有关系吗？这个，学呗，不去的、啊、怕他不乐意啊。哦，哎，学完了考试就用上了。哟，怎么用上的呢？拿。考试时啊，我坐这儿，他坐这儿，啊，拿笔在桌子上，嗯，哦，敲密电码，我就明白了，这是问我问题呢，这是，哎，这是，这道题会吗？哦，那你就赶紧告诉我，赶紧吧，得亏学这个了，啊，这什么答案啊？不会，哎，嗨，哎，学什么劲呢？这密电码，这点功夫费的你。这一节课我们俩没别的，净这个。哎，对了，他把每一道题都问了一遍。哎，您呢？我每道都告诉他不会。哎，这认错人了，这那还挺好。嗯，就是这份交情啊。嗯，还交情。当然了，这个也不耽误您今天这个成绩。哪有成绩？怎么没成绩？说相声最有钱就是您，对吧？没有，不谈吧。真的啊，就你，咱实话实说啊。你看他爸爸玩不了那个手机，嗯，但是说相声头一个用苹果就是他。我喜欢这电子产品。你看我们那会儿，嚯，好家伙，还看不懂呢。嗯，怎么一摁就开机了，就如何如何了？是，这后来咱们开始哦，才买的这个。哎，这人家落后好几年。啊，我先买的。到最后我们也会这指纹开机了，人家又改了。嗯、我人用脚的指纹开机了。脚指纹？你老追不上他呀。那是，他就是不能跟你一样，他拿、哦、拿脚开机，你这玩意儿特立独行，你不服行吗？啊？嗯，尤其走到外边，嗯，聊着天，他这走着走着，哦、手机叮咚，这来、啊、来微信了。哦，谦儿一看，哎，这脱衣裳吧，
我用脚趾纹开机，我脱衣裳干嘛呀？他这个外边是外套，他里边有一身连裤带帽子的一套子。哎呵，哎呀，我也这为这手机定制的这衣服，眼睛都能蒙里头，都得脱啊，一层层脱。是拿着开机，哎呀，媳妇问他啊，回来吃饭吧？嗯，不回。哦，再穿上，费劲不费劲的这，这玩意儿，叮咚。哎呀，行了，哪儿吃？哎，在外头。哦，我闹的可不闹的，我回家光着屁股的待会儿去，好不好？我就别出来了，这样的。就说这意思，说这意思啊，有钱人，有钱人，有钱人这么折腾，有钱有学问啊，这是我给他最好的评价。你讲，你客气，哎，不是客气，真不是客气啊，是吗？你说相声嘛，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哦，只有知识是永恒的，那是什么都一样。我在家有时候看看书，嗯，只要是我这儿找不着这本书，上于谦那儿要去，准有。我们家书也多，对呀，嗯，那回翻腾书啊，翻腾翻腾翻腾半天，我那儿传统文学的东西多，他喜欢古典的东西，中国就想找那本书，嗯啊，外国的。有一本书叫他那儿有，嗯，对，不用找我，他那是带插图的啊，想找那本那个大科学家写的叫《时间简史》，哦，翻半天没有，嗯，给他打电话，谦儿，嗯，你有《时间简史》吗？然后我怎么告诉您的呀？谦儿翻脸了啊！我有时间也不捡拾、哎。是啊，我那都是那《三字经》《百家姓》《诗词歌赋》啊，古典文学、啊，满肚子都这个玩意儿，还满肚子都这玩意儿。嗯，《三字经》，这还能摸出来？您的意思，《百家姓》哦，《西游记》哦，这都古典文学，《水浒》啊、哦，哎，《才子书》《五经》。哦，四叔，啊、哦，你好好摸摸你四叔，来，哎，你也摸摸你二大爷，嗯、没有，您这占便宜，一点意思都没有，对，这又没意思了，知道吗？啊，当然啦，咱们是抱着一颗向人学习的心嘛，是吗？整个说相声里边没有比您更强的了。您又捧我，真的，于老师，从你说从有电脑开始吧，我们这行啊啊，那会儿说相声还都买张复写纸啊，抄相声段子呢。啊，我也干过这事儿啊，蓝色的蓝电纸。对对对，现在说这个就跟乾隆年间似的啊，很早了啊，人家家里边就开始有电脑了，于老师。嗯，啊、我这有电脑，我这刻毛豆呢，我这是。啊，就还是那样吧。我在打电脑，那边就打字了，已经。哎，砸您这是？不会不会说，怎么着？啊，打就对对，就打电脑了。嗯，那个一天一地，所以到后来，只要是电脑有更新了，嗯，出什么新玩意儿了，嗯，你只要问他，嗯，全知道。我好这个吗？啊，那天给我打电话，嗯，临出来之前，嗯，你干嘛呢？来一趟。哦，我新换了个万能电脑。怎么叫还万能电脑？咱不懂啊，去吧，啊，到家参观去，看看万能电脑。是，看半天，我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仔细看看，亮着灯，里边一个盘子来回转。哦，他乐了，过来，啊，那是微波炉。嗨，这也太没见过东西了。就说咱这个智力跟人怎么比？这真不行。到他那一看，好家伙，嗯，一人高的电脑，哦，这么大的，三开门。哦，哎，打开了，嘿，冰棍儿，你看了吗？啊，对，我们家这点电器全是电脑，合着哪个都行啊。这冰箱这叫单有一个，单有一个啊，特别大，真是电脑。于老师坐在这儿、啊，上面写着呢，嗯，万能电脑，嘿，这谁这么俗啊？这是，嗯，我是怎么个万能电脑啊？无所不知，全都知道，只要你不懂的，你问他，没有不会的。我可问了啊！哦，数学行不行？随便、啊，你就问吧。
16874239，乘以69874529，他自己都不知道等于多少啊？电脑特别快，啪！答案是不知道。哎呵，这电脑你搬家就得了。嗯，哎，没出密电码就不错。嗯。太神奇了，是是是，我说这个废物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嗯，谦儿说这是人性化，这还人性化？他知道你跟他开玩笑，哦，所以他才这么回答你，这也太智能了吧？这我的天哪！啊，我说，哎，谦儿，你问一个，哦，谦儿说你看我的，嗯，谦儿问，电脑你好，哎，这还可挺客气，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哎呦不是。没有白雪公主这是、哎、啊，电脑你好，哎，我爸爸在哪儿？啊、哦，这电脑咋出字了？嗯，你好、嗯，你爸爸在河边钓鱼。他连这都知道。于谦愣了。嗯，不对呀、啊。嗯，我爸跟我妈出国旅游去了呀。哦，我说可能输入法有问题。你再试试。换个方法问。嗯，于谦又问。嗯，我母亲的丈夫在哪里？这行吗？电脑出字了。嗯。你母亲的丈夫在外边旅游，哦，但是你爸爸在河边钓鱼。哎，去！